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在今天加权指数中场一大涨111点做的时候，收盘价已经来到9375点，距离今年的最高点只剩下一点点。好，投资朋友，你有没有送到老师上个礼拜五送给大家的圣诞节礼物嘞？好，圣诞节礼物绝对不是等到圣诞节才去做追加，你没有把握礼拜一回来那个绝对转折低点。投资朋友，一转眼3天，你已经少赚了800点。好，今天开盘法是一个两点高收盘来到最高，同时是一个增量到899亿的多方增量的盘势格局，已经变成一个同步多方后。那这个盘势格局应该如同我的预告，确认进入轧空喷出段了后。好的，投资朋友，无论如何，你要把握还在9399以下后。空单全线停损的一个位置点吼，今天廖老师有个红包送给大家，无论如何你要逼自己的想办法，无论如何你都要再问一下这个红包是什么哦。那想办法把这个红包给带到，不然你会像这个800点一样，绝对会后悔的啊！千万不要再后悔了，无论如何你都要打电话问问看吼。我们今天交易是这样，8点33分盘前预挂9325点买多。好，当冲的部分，你可以买到好像是10分左右打到一个，就刚好9325。可是到逼近9点半的时候有确认穿价，好，那尾盘一路向上走高，你可以卖在将近是12点50分的这一笔，好。今天当冲多单就看起来相对相形失色了，哈。因为如果你可以在礼拜一的9150重压大买满仓到4笔，投资朋友短短3天的时间。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获利之保证，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收到刘老师送给大家的圣诞节礼物？有没有好好感谢秃鹰变成桌上的火鸡？好，让你去享用这个圣诞节的火鸡大餐呢？你有没有收到刘老师送给大家的这868点的向上喷出，3天狂赚173000元的获利机会嘞？好，这是从8950的多单到今天为止已经1668点，这是33万3000元的获利了哦。好，投资朋友，来自金融期，今天喷出创波段新高，来到1085大点。好，这7万元等于额外的台指期货350点的一个价差哦。然后后续的盘势格局，在今天带一个跳空缺口的方式。好，投资朋友，大盘超大规模的轧空喷出主升段，好，你又错过了第二期次的一个圣诞礼物，那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这个盘势格局最后一个空单防守点。好，那在这个位置点，好，9399，好的，这边好，来，今天是带一个跳空缺口，好，增量补量到900亿元，突破川普防线，带跳空直接过一个月的三尊头肩大底。这盘是格局3只3波的主升段会喷出涨到哪里？这个礼拜天，好，台北台中的演讲会，记得来跟刘老师领下一个红包哦！你再错过了，我投资朋友，今年红包最大份的一。你只前面错过2份礼物，那最后的这几份，哦，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因为转眼短短3天的时间，好，你有没有收到大坏蛋？哦，外资打 pass 给你，叫你重压大买，外资今天要拉喷出。3天之前，如果你懂得这个大坏蛋在做什么事情，你就会把握说，哦，原来外资是你的好朋友。好，投资朋友。好，刘老师在12月2号的时间点跟大家报告说，哦，外资又来送给大家一份圣诞节的大礼喽。好，错过感恩节火鸡这20万的，记得带着刘老师的圣诞礼物飞跃2017哦。好，为什么？因为市场还在地狱当中。
秃鹰居然放出说台积电的营收会季减四成，这种连听都听不下去哦。你听到这一则讯息哦，你就知道说费城半导体接下来会三支三波段的直接90度直角向上喷出。好，我这边有，这个是费城半导体的。假设不是三之三，怎么样四根红 K 直接长红给你贯穿过去了？所以唯一正确的波形，唯一会让你赚很多很多钱，击败裂化，谁的波形可以带你赚大钱？好，所以投资朋友，现在补空翻多都还来得及，都还来得及，因为后面行情真的非常大。好，这边是报38万口历史天量，把这个大底测试完成。所以12月5号的时间点拉向影线，台积电出现了335破底穿头的诱空买讯。好，投资朋友，昨天的时间点我还告诉大家说，已经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做空了哈，因为台积电已经确认止稳了。更何况连夏普、好浮冰支援红海向上喷出，好大战金毛狮王，我一直跟大家讲，好这个川普先生的那个发型真的非常像那个金庸小说里面《倚天屠龙记》里面那个金毛狮王，啊刚好这里就是成吉思汗大战金毛狮王，昨天我们测标就讲这个主轴，今天加权指数可以率先一买当先冲。台积电鞠躬绝尾，另外一个工程就是鸿海啊。鸿海今天90度直角这样喷，如果你看到了这里是一个高空喷出的主升段，紧急召集令。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收到刘老师金融期主升段的喷出？三天狂赚868点。感谢秃鹰又变成火鸡大餐，有没有收到刘老师送给大家的圣诞节礼物？好，那这个三之三的波段怎么样规划？你详情内容，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投资朋友，礼拜天的这场讲座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因为刘老师除了今天这个盘势格局已经确认有越来越多的股票。现在就是怎么样去把握，把你的资金运用效率轮动到最佳。好，因为不止金融会喷出主升段，连传产当中塑化、钢铁、原物料、航运这种过去大家认为都不会涨的股票，它也会喷了。就看你喜欢做什么类型的股票。好，所以我们这次的主轴。好，包含有够力的圣诞红包，你要想办法卡位的。好，如果你已经错过了，你已经错过了这16万元获利机会的。好的，这边有这短短，就这两天的时间。好，这16万元获利机会，17万元获利机会的。我们现在赶快要，因为大盘如果确认会走主升段。好，你好好挑几档有机会的主升段会轧空喷出的股票，好好去咬住3到5根的涨停板，这也是30万到50万元的一个获利的机会。好，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而且这个盘势格局，我想今天连台积电、连费城半导体都90度角的一个向上贯穿哦，那。电子族群也开始要正向一个轮动。好，那电子族群当中，谁有告来可以喷出当成大家的圣诞红包？还有10档半导体主升段轧空股票，你记得来跟刘老师好好的把握哦，因为一定要想办法，趁着法兰克福指数昨天带一个跳空，确认突破4个月整理形态。昨天才是喷出起涨的第一根红 K， 那代表后面还要涨3-4个月。好，
趁着今天大盘都还没有正式过这个今年9399的新高，好，要提前赶快卡位的哈。趁着费城半导体3之3的第一波才刚刚涨升，连891都还没过，你也要赶快提前卡位了哈。那大盘到底这一波会涨到哪里？一个最小对称侧幅，如果我们看短期形态的这一波侧幅，最小目标圣诞节前要涨到哪里？啊，你至少要把这一段把它掌握起来嘛。好，目标至少要3-5根涨停板吧。哦，想赚红包的，好，这场演讲会记得来跟廖老师预约，不论是圣诞节礼物或者是红包。好，那这一次我们是采取一个收费演讲的方式，但是也因为收费演讲，刘老师关于整个后续的通勤趋势波形，可以针对特定人的方式，把我所知所学，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讯息，你怎么样去赚这一波红包？好，把我所有要告诉你怎么样赚钱的方法，好，全部告诉大家。你想要赚钱，还赶紧来，点点啊赚。好，因为市场的95%的分析师都还是看空啊。你看下午的一个节目当中，有多少的财经媒体的专家，好，学位越高的、知识越高的，讲的这个盘势格局、各种理念基础，告诉你说，今年有上千只黑天鹅啊，现在一只一只都变成你桌上的烤鸭大餐了。好，啊，这是 T50 反一号，大盘还没有过9399，对不对？这是10月25号9399的最低点。好，大形态的一个等幅对称，这一波盘势格局，反向商品市场已经急速的退场，这种避险的心态。好，所以如同廖老师3-4个礼拜之前就跟大家报告，空加空会喷出外太空了齁。好，那欢迎台中台北地区的投资朋友，好，想要跟着刘老师预约红包的，那这场演讲会千万不要错过，你可以掌握广告中的资讯。好，圣诞节礼物还有2个礼拜才圣诞节啦，好，还有充分的时间。好，反客服指数4个月大礼喷出才刚突破，投资朋友你看一下，好，所有国际股市位阶跟我们台股位阶形态最一致的就是反客服指数了。好，那不要等着它嘎空喷出了，你再去测距都到了，都已经要打完收工，要收割圣诞节礼物，你才跟上这一波行情。好，好，同志们，这波行情你一定要掌握到买什么股票，不论是红包股，不论是圣诞节礼物，不论是 IC 设计主升段半导体族群，有机会大涨50%，你可以集中资金也加码的，这种股票你千万不要错过。演讲会刘老师会详细跟大家分析。好，但是这波行情你一定要掌握哦，你一定要掌握哦。如果你错过了前面800点的圣诞礼物，哦，错过了，谢谢大坏蛋3天送我们的这800点16万元的获利机会。好，投资朋友，那接下来哦，无论如何你接下来的行情一定要好好掌握跟卡位啦，哦。马上2017年新年就要到了齁，不论你要发红包，想要出国玩，想要换新屋，你的学杂费，还是年终奖金，年终奖金已经到了，对不对？红包也放到口袋里面了，小朋友的学杂费，你要买新车、杂志、医疗费、保险费，不管如何，我们总是希望利用好好的一辈子难得一次的机会，好好的咬住这个波段，一定要大赚一笔嘛。好，所以刘老师准备好的这个圣诞节礼物你真的不要错过了，好不好？好，那怎么样掌握这个主升段的高空喷出一个行情？好，尤其是台中台北地区的投资朋友，有时间的你可以跟我的服务人员先做一个洽询跟预约报名。好，那由于
场地的名额有限，所有的名额我们都留给优先报名的一个投资朋友，好不好？那后续行情到底怎么样规划呢？休息两分钟之后，刘老师继续帮他解析。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亚洲投顾刘老师收费讲座，圣诞礼物飞跃2017。12月1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在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2点半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请您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2578-3777，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刘老师收费讲座，圣诞礼物飞跃2017，12月1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在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2点半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请您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欢迎来我们现场，这个是昨天我们跟大家报告投资朋友，一档浮冰后夏普，那在昨天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像喷发的一个动作哦，啊，今天的涨势后，到12月8号又额外喷到246块钱哦，那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红杉冰的主升段已经确认喷出了了吼，那所以投资人你速度真的要快吼，那时间的波段。全线引爆高空空轧空，今天才是第一个交易日哈。那所以我告诉所有投资朋友说，为什么8875以来是一个大主升段的起涨点？这是我前一次演讲会的时候，好跟所有投资朋友报告的哈。那甚至于我们提前在两个交易日就告诉我会员朋友说，好，现在不只是。你应该把握一个限股加码机会，甚至于很难得的利空的洗盘，太夸张的利空洗盘，政治面的秃鹰洗盘，这种时候都是加码投资最好的一个机会。好，甚至于你可以去掌握期货，再去加码红海的股票起的一个机会。好，怎么样用利用40000元可以复制成320000元的红海的一个部位，额外再进行一笔资金的加码。好，如果12月它在冲，股票其实通常是一个月滚动式的布局。你额外掌握12月的这一份年终做账做加行情一个喷出。好，投资朋友，来12月6号提醒你说，最后倒数计时的喷出即将开始起涨，一定会带出另外的十档圣诞节礼物。好，为什么？先前告诉大家，夏普亏转盈对于鸿海的 EPS 来讲的贡献是直接10块钱以上。好。啊，这个有一个很繁复的数据的一个计算，但是我在演讲会都已经跟大家报告了。好，今天12月8号，鸿海以90度直角的分出，这是1500亿元的股本的股票，可以这样子连续带两个跳空缺口往上，这不是主升段喷出是什么？这不是主升段喷出是什么？费半90度直角直接轧空过黑 K， 这不是3-3主升段轧空喷出一波到顶是什么？全市场唯一跟你去分析对
这一个波段的波形，只有刘老师啦。你们节目都转来转去啊，对不对？好，那都喜欢看报章媒体告诉你的。那报章媒体的，如果报章媒体知道一个讯息，那为什么95%以上的投资朋友都赚不到钱？数据比较积极引用，全部从头到尾错到底嘛？所以你接下来要赚钱跟谁？跟唯一正确的获利方程式嘛？好，那鸿海这个波段到底会带出什么样内涵主轴？我这次演讲会你千万不要错过，刘老师会跟大家详尽的分析哈。来，这个大底薪也完成了。好，你如果可以掌握额外的6块钱的价差，好，这样一张就是6000块，24000的一个获利机会了哈。好，这个是刘老师跟大家报告。好，来群创，追踪一下3天这个大底薪完成。好，台积电的这7块钱意义多么重大，我就不要讲了。为什么台积电可以90度直角喷7块？因为获利方程式出现了嘛。好，可是投资朋友，群联今天刚好是5天跟21天的转折。好，短卖讯出现，还是提醒你，哎，你可以开始来转买小群联了。富邦金这个波段到底怎么看？来，这是前一次演讲会，你们有去演讲会的投资朋友，刘老师送给大家稳健型投资朋友一档红包。好，我后来有在电视节目当中介绍哦。哎，国泰金最近攻到46块钱，前3季只赚3.09。好，这个3.09刚好等于金城银去年的获利。哎，今年金城银到第3季公布就已经直接赚3.12块。好，净值在28块钱以上，所以我是不是在演讲会送给大家稳健型的投资朋友，金融股这档股票你也不要错过了。来，今天金城银带跳空直接喷出过3尊头肩底的形态。好，那所以可以操作的股票已经越来越多了，投资朋友，你的速度一定要加快，你的速度一定要加快的哈。关于后续趋势的波形，好，我讲的这几档股票都带出一大串攻坚的一个主轴。哦，台积电涨，台积电收到的供应链股票就非常有机会进入主升段哈。来，这是5月19日，好，告诉大家，从政治面利空，轧空喷出一波到底。好，那先前跟大家报告过的这一个波段走势，以道琼工业指数，以台积电的一个第3大浪的一个主升段，甚至于到7月11日，好，我们跟大家报告的。这波道琼工业指数底形完成的一个状况之下，超大循环多头只是主升段哦，20550点，会空轧空喷出到外太空哦。哦，道琼很强哦，昨天还大涨快300点。我11月，我7月，我5月就跟大家预告，投资朋友，你不是少赚了这800点？好，前面第一波涨到8月份的那一波3000点的行情，那是60万哎。好，我不晓得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收到刘老师公开送给大家的圣诞节礼物哈。好，3个礼拜，8950，好，期波加上金融期，已经1900点了。好，1668点，再加金融期的350点，最少估计3周的时间，你已经出个超大份的圣诞节礼物了。那接下来这一场演讲会哦，
欢迎所有投资朋友，有时间的有时间的哦。那台北地区一个投资朋友，台中地区的投资朋友，好，这场演讲会的详细内容，我们采取一个收费演讲方式，针对特定人，这样子刘老师可以帮大家详解的更详细，红包规划的更清楚。好，但是外县市地区的投资朋友，好，刘老师说的超大规模的高空主升段，这一份圣诞节礼物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好，无论如何，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问问看，直接下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好吧？预祝大家投资顺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亚洲投顾刘老师收费讲座，圣诞礼物飞跃2017。12月1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在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2点半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请您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2578-3777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姐，谢谢你，从我2年前失能后，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没什么啦，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等实施之后，妈跟我就轻松多了。什么是长照保险？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全民共同分担保费。若经过评估需要长期照顾时，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支持长照保险，减轻照顾负担。我是卫福部部长林作言医师，我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医师，我是嘉义市市长涂行哲医师。流感严重时可能变化会严，甚至危及生命，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从医师的专业立场，我们郑重呼吁五合共卫流感疫苗接种的民众，请尽速接种，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更保护我们周围所爱的人。接种流感疫苗，一刻行动。有主力买的股票才是股价涨跌的关键，每天追踪法人动态，以筹码面搭配基本面选股，配合技术分析找买点。富贵赢家终极选股方程式，立即上网搜寻富贵赢家麦克连02-2363-6322。地震真可怕耶。哎，地震别害怕，看我的防震宝典。防震宝典，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规划避难逃生路线，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准备紧急避难包。那地震时怎么办？保持了。